延期了三次。你们真的很有耐心哎，谢谢你们今天前来哦。然后今天预告一下，我今天会唱两首新歌。你们将是就是地球上首批可以听到我唱新歌的现场弹奏的朋友们。好，所以呢，第一首歌，门口的朋友都还 OK 吗？要不要随地找一个地方坐？这边都还有位置，不是你想上来坐？好的，所以第一首歌是旧歌。Yeah.